这把将会不是很好打。我们的这个，我们的出山时间大概在30分钟左右啊。你又预知到了，我预知到了，我们打这玩意儿不好打。本来我们这前期就弱，特别难打，那打的如仙，相当于是没个打。但只要我们能顶住压力啊，这把就是他们死的时候。6级我们就狠了啊！他多蓝剑，你要干哈呀？你咋不冲塔里来杀我来了呢？啊，你冲塔里来得了呗？想练我们走位啊，还挺凶残。这一波可完了，走位躲啊，前期走位躲不掉。慢慢来吧，前期吸血鬼本来就弱，还打个炉仙。把钥匙都磕了吧。还好我们塔下补刀，还可以玩啊。我可是根本就去不了啊！完了，炉仙无敌了。别来我上路打架呀！你说说，这上来咔嚓给俩人头，还给个双 buff，玩个屁呀！这哎呦我的亲娘啊！整个皮牌吧，吸血鬼得来海克斯科技腰带。那小光头都日炎了，你还跟他打？打眼儿呢，点盐，再点，抽一口，一炸，再点，抽接 W，点，我走了，我闪现，我抽一口，别来了，兄弟呀！我本身我就不好打，你说还这个样子，还让人玩了，不让人活了还？你看吸血鬼现在就是这么难玩，别人稍微整点前期的英雄，你怎么整？打中路还行，吸血鬼。那十一个刀也没办法，咱一个人头也没有。但凡给我个双 buff 都不至于这么难受。我选吸血鬼完全是为了我们后期好打，我跟你们说，要不然我才不选这吸血鬼。
走，吸蛤蟆去。这波千万别上去啊！这波上去了，如果这个卢仙有 R， 我们可能会被射死。我操！他 Q 空了都没死，这波啊！哎呀，挺难受啊！先来个发电机吧。没有关系，是这个样子的。选择吸血鬼，就得承受吸血鬼该承受的痛，明白吧？这波马上升级，小伙子，你要为你的狂妄而付出代价，这不起飞了吗？他以为我五级，但是他不知道我留了几个小兵，马上升六，只要他敢回家，在这个草丛里边，他就得死。那弗拉基米尔面前打野再帮我来一波，我们就可以单杀他，无限杀，撤一手。我不知道他要干啥，没明白。不知道要干哈，你说这老些兵你不吃，你跑过来追我，我真都不知道要干哈。精神病，纯是精神病。如果要想好打点啊，可以先来个护臂，但是护臂钱有点多，钱不够用，算了吧。谢谢爱上草原老狼的五个半卡，谢谢谢谢。等个大招，下波可以直接一套把他秒了。拜拜！好送，你这卢仙游戏结束了呀！让我找着两波机会，小伙子。1750，钱不够。呀，哎，他不知道我在里边。哎呀，咋木木咋事啊？啊！哎呦天哪！干啥呢？我操，这瞎子还在传染的吗？哈哈，哎呀，咋回事啊？我腰带了。
没明白啥意思。变形。小伙子，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。以这个吸血鬼的发育来讲，已经是有点无敌了，兄弟们。减速，抽一口，点一下 W 走，回头抽，炸！哎呦我操，这么痛！这个抠，早知道我火箭腰带直接跑了好了，我还想反杀他一手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！这波确实是有点想多了啊，刚无敌没多久呢，还腰带多少秒吸地？40秒、艾克无敌了。他是给我下当的吗？哎呀，600块钱呢！拜拜。哎呦我！把他塔给他拔了，海妖卢仙。哎，我发现他真是没死过。赶出海妖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他不整个盾弓，还跟我们来个海妖。这波我能死，我是没想到的。我是没想到的。下波我们再杀回来，不着急。哎呀，这吸血鬼就是大招太慢了，稍微的快一点就好了。小伙子，你还敢推？我是没想到的。我是没想到的。他如此的刚猛，我也是没想到的。来个人治治吧，这个小伙子太嚣张了，太狂妄了。
太狂妄了。来个人治一治吧，兄弟们。关键我们跟他打呗，得打两套，不打两套打不死。斩杀线得两套血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团一波，不跟他带了。打波团战，速度。给口汤喝，兄弟们，来来来来来，可以，一技能炸 A 给大吸一口，日女儿死了，一炸我的人头，双杀，拿下，这回我无敌了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疑义？这是我的领地。这大招吸地咋这么慢呢？100秒吸地，我天哪！走吧，兄弟，回家一趟。呀，这泰坦这可救不了啊，这咱可救不了。这可救不了，兄弟，溜了。先来个沙漏吧，然后出个法传棒。哎呦，跑得快！来来来来来，别怕别怕别怕！你怕什么玩意儿呢？你说，他妈技能都没有了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，兄弟？你别害怕呀，那艾克不白死了吗？别怕，打！你有什么好怕的？你说这皇子，我操！你怕啥？你很害怕吗，兄弟？你干啥去了刚才呀？那阿木木大也没有，日女大也没有，卢仙也没有多少血，你很害怕吗？勾的，我勾的。一个 ADC 这么装备，再抽他一口，叮！人呢？皇子没死。哎呦我天！不知道那皇子干嘛呢？那该上不上？是不打大龙去了？瞅一眼呢，兄弟。好，没打。如此多的血液在等着被我吮吸。打了半天，21分钟，一件装备。
我看这蓝 buff 也没人要，俺们来一个吧。艾克怎么死的？他如果舔可以打呀，小龙吧，来来来来来，把小龙打了。这艾克怎么不那啥呢？不跟我们参团呢？我抽你一口，你又能怎么的？我抽你一口，嗯，指我来。大我你们可是找对人了，兄弟。炸一手，抽一口，叮，没叮出来，这人却打龙去了。哎，我操了！哎呀，真是头好痛啊，简直令人难受。不知道要干嘛。还好没出杀人书，来个猫子。这个打完出个猫子，猫子出完出个星界驱驰就差不多了。减治疗应该不太用。看看人家，那英雄不一样，看什么人家。他打卢仙他更不好打。我彪死的。别着急啊，吸一口炸叮。这可救不了，走了。这黄子是想把红给我呀？可以，我觉得行。反正俺们家这 ADC 我觉得也没啥用，真的。我觉得是没啥用，下路可推。我吸地不够，我不能又有移速又有吸地的，又有法穿，然后又有虚区，没那么狠的兄弟。他咋那么装备呢？我就发现了这人。哎，真的，这人咋那么装备呢？不杀不行了是吧？走吧，别打了。要我说，这也打不过呀。你有大吗？你还能把他们全杀了？我不信。我瞅着卢仙就难受，真的。装什么备呢？俺们家人是杀不了他还是怎么回事？但是不应该说是杀卢仙把技能全放了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不对的。别带节奏了，我带节奏了。那艾克上去一套让人把大打出来，你说我带节奏了，兄弟？啊？这个锅我可不接哟。
不能乱打了，再乱打够呛了。他们家后排蓄蓄点有点多，怎么样？能拖一会儿试一会儿吧，算没办法了。那艾克大咋没放呢？还有那泰坦大咋没放呢？那咋都不放大招呢？杀这个呀？他们家小黄毛伤害也挺高的，小黄毛也得杀。EW 不会用，哎呀，别逼逼了，行不行？那咋 EW 那 E 的时候让日女给晕了 ？E 什么 W 啊？你在干什么呀，兄弟？你在说什么东西呀？我下次该吸干谁的血呢？我 E 那一瞬间让日女给我晕了，怎么 EW 用啊？你不知道晕完以后一直接自己就断了吗？跪倒在弗拉基米尔面前吧。来中啊。没事。我们可能得靠后点找区位置了，不能靠的那么前了，得往后边靠点了，让这皇子先往上冲。叮，这要打不过就没招了。我大招大了四个还是五个？拆吧。